袍鸠啊，袍鸠曲位非常好，给张川林。暴露性强攻，球张常宁没有保持好，慢镜头可以看到球没有保持到最高点，身体还是有点躺着控，主要还是脚下找球点没找准。刚刚我有我和山田二千华，还有一定的这种就是能超越的一种感觉，现在的一米九几。这个拦网高度恨不能平均一米九五的拦网高度。倒是今天长高又上来之后呢，节奏还好一些。他太进网了。上的也比较上。这球啊不是很好变，就顺势一打。接得很好，但是接完一传上步之后，球保持有点靠后，上的有点太里了，躺着再打，看不见对方拦网手。所以在你垫完一传之后再进攻，还是受影响，发球还是很重要，质量保证的非常好。姚笛换下来之后，你看，他也很自信。网口还有球，飞过去。要看攻守进攻这一下的很大变化。